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娜儿，在我旁边的这位呢，就是我94岁的爷爷老别同志。好的，坐。Hello， 我是北川。哎，对。今天呢，在这里呢，我跟爷爷用简单的几句哈萨克语给大家拜个年。首先，第一个呢，就是新春快乐，如何用哈萨克语说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新年快乐，如何用哈萨克语说呢？哎，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身体健康，如何说呢？电烧炉子没得啊，对，在这里呢，祝愿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爷爷，再见 ，Wings。再见。